我们看题目，他说 a 大于零，然后 a 不等于一，那 a 加 a 的负一次方等于五，那 a 的负四次方，再来减掉五的 a 的负三次方加五的负一次方加二，要等于这个数是多少？好，那这题比较特别一点，他给的这个条件好像在考指数了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先下笔哦，这里我要用多项式的方式来解它。好，那这边我要先来看一下，因为题目给的条件呢，仔细看哦，它都是负次方。如果我们把这负次方呢调成什么？调成了不是正常的负次方，就我们一般指数习惯上的一般次方啦，是不是看起来会比较顺眼一点？所以这边我要做个技巧调整一下，我要把 a 的负一次方，我要直接假设成 t，假设成 t，那这样的话整个原式就变成什么？t 的四次方减掉5t 的三次方，加上五乘以 t 加上二。好，我变成要求这件事情。好，那这边题目条件被我改了。好，那这边题目给的已知的部分呢？a 加上 a 的负一等于五嘛，我也可以把它改成 t 的东西，因为我设 a 是 a 的负一，我们叫 t 的嘛。这边我设 a 的负一叫 t 的，OK，所以我这边也要把它改掉，所以我这边可以变成 t，那五照写。那如果这边 a 的负一是 t 的话，那 a 的一次方是变成 t 的负一次方，刚好它们成导数关系嘛。好，那我可以再整理一下，因为我这边的 a 是不等于大于零，那 a 的负一基本上也不会，你注意下来，导数关系哦，基本上也是大于零，所以 t 基本上也可以是大于零，OK。好，那我们 t 也大于零的话，基本上我就可以同乘于 t，变成了一个一加上 t 平方加上等于啦5t。我整理一下，就变成 t 平方减5t 加一等于零。好，那我们整理出这个式子，这是我们现在已知，就等于说 t 平方减5t 加一等于零。那我要求这个多项式 t 四次方减五的 t 三次方加5t 加二等于多少了？不要求这件事情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要求这边的话，我们再来下一步。所以我想要利用那个，我们先把这个式子啊除以这个，我们把这个题目要求的啊除以我现在已知的条件里面，把它除出来。这边很快的把它当去一嘛，一减五加一，消出来是负一，然后这边是加五加二，那我们再取负一，所以负一加五减一，一出来是三。好，那这样什么意思哦？我们可以把这个啊题目给多项式，把它改写一下，改写成刚刚我们除出来的效果，是不是变成了 t 平方减五 t 加一？是不是这个条件？左边的黄色框起来的，然后这是商嘛，是不是 t 平方减五 p 加一乘上商加上于是？好，那写成这样干嘛？好，我们来观察一下，这是等于它嘛？那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个如果是成立的话，是不是代表说这个整个东西是不是等于零？是不是代表说嘞，如果这条件乘以 a 加 a 负一等于五，就是 t 平的负一加 t 等于五的时候，相当于 t 平方减五 t 加一要等于零哦，这是我们条件哦，是等于说嘞，这边根据条件的话，是不是等于零？那再来它。可以等这两个相乘之外，这等于零，那这里不管什么东西不重要了嘛，所以这整坨会变成是零。那如果是零的话，你观察哦，这个式子可以变这两个相乘加三，那我们的条件可以告诉我们，这个 t 平方减五 t 加一等于零的状况，那零乘上这个东西都是零嘛，那最后结果是不是只等一下的三呢？好，所以这里答案出来，选三。